最近的我开始想不起中文怎么说了，哑巴音呢？这个中文叫啥呀？叫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来着？就那个。特别是说到吃的，我就开始乱造中文。今天早上买了个美容棒，巨难吃，你知道吗？甜的要死。美容棒是什么？美容棒了呢？美容棒就是那个美容，哈密瓜，对对对，哈密瓜包。有的时候大家甚至以为我在说康塞边，我连中文都有章鱼烧味了吗？我跟你讲，711出了一个 Baumkuchen， 巨好吃。 Baumkuchen， 你在说新的康塞边吗？不是，就那个一圈一圈那个玩意儿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我还开始想不起中文怎么写，还有个病院里的护工一个呢。今天经过门有新发售的，对，发售，这是壳，哎呀，发，哎，算了，重来。今天麦当劳有新发售的汉堡，我要去买它。等一下，这个买，这不是这什么？买啊，对，买，这个汉字也很奇怪，汉，我靠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写屁！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日语，看起来老子是不太好用了。哎，你把你的电话番号告诉我一下呗。番号是什么玩意儿？番号就是番号啊。而且脑子里的日语还都奇奇怪怪的。ちゃんと日本語勉強しなよ。我在点外卖，这里写的如果买到5000円，我们就送料无料了。不然你再点点啥？送料无料就是那个无料给我们送过来。什么？没有料吗？就算了，我自己点吧。我好像连英语也不会了，唉。deregulation。一緒やん、一緒。一緒じゃねえわ。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读字母的。これは笑えへんわ。私はね、最初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なかった時は、XL のことは XL。给我拿个 XL 码的。今の私はね、你好能帮我拿一个 XL 码的吗？啊哈哈哈哈哈哈，管他呢。让我们一起放飞自我吧，在日语的海洋中展翅翱翔。谢谢大家，我的国际下的演讲到此结束。